各位早啊，今天天气很好，用这个360度的摄影机来拍摄，打这下面哦。如果你镜头往下看，好啊，四把枪哦。好，他们给在这边来拍得到，也可以看前方、下方这边呢、哦，下面我再看。啊，有那个也是 M4 系列的，就是 KWA 的 T10，好，浪人 T10，然后马如意的。这个 P90，然后再是 KS7，好，也是 KWA 公司的这个 P9，然后前方呢是 VFC 的 MP5、MP9，好，这个 MP 刚应该是 MP9，好，那因为是360度摄影机啊，档很大，所以我们就很快赶快拍一拍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设计上都是用稍微半连发的方式来进行。好，现在用的是这把枪。其实我们设计前方的一个很远，太远算了，我们设计黄色那个靶好的，可能比较看得到，就是广角镜头大概也看不太到啊。来去听声音吧，黄色靶哈，然后废话不多说，来吧。子弹有吗？感觉没子弹啊，没子弹了，不好意思，换一个。来吧，没了。好，再来这个 MP5。 好，已经上好膛了，我们就来吧。好，再来这个 MP9。 这瞄具也好暗。好，来吧。跑去哪里呀？啊，子弹没上膛。老师刚被打光了，所以现在没力了。关红点。MP5 也是还没关红点呢，关红点。好，来，最后一把枪 P90。红点在哪里呢？手太大，我看一下，很快没电了。安息，直接看吧。来，飞去哪里呀、
好，那我们就这样拍到这边啦、啊。好，因为那个360度影片都档案很大、哦，所以我们就拍到这边。好，各位早安，拜拜。